轿车撞倒电灯柱，电灯柱插进随后车辆。文东31日讯，行驶中的轿车猛撞路旁，撞电灯柱并折断倒下，该电灯柱也插进随后轿车后部。幸好车内的前座一男一女没被压中级，也没触电。意外经5月10许在文东都赖路车祸黑区立80商业中心前路段发生，两辆轿车分别是国产车宝腾 Persona 和迈威，两车是从劳务往文东方向，宝腾到该处不知何故失控撞到左旁路边电灯柱倒下，随后的迈威后部也撞到倒下电灯柱而被插进后座，迈威前座一男一女也立即逃离该车，幸好没有触电，这车祸没造成伤亡事件，所有人包括宝腾司机共3人只是虚惊一场。文东警方接到投报后派警员赶到现场指挥交通，这车祸也引起严重堵塞。文东警区主任在韩日前也指出，文东都赖路由文东县署至瓜拉利80大桥是车祸黑区，要求各部门关注。在10月3日下午，在今天车祸地点也发生摩多与摩多迎面猛撞意外，两名华裔骑士都受重伤。10月26日早上约7:50，在文东都赖路1英里商业区发生摩多和轿车相撞，骑士重伤，警区主任在韩经过亲自给予协助。